这样的灯光怎么那么奇怪？嗯，嗯。早安，不对，午安，吃饱了。哎呦，每次灯光都好丑，我好生气。为什么会绿绿的、啊？哦，好了，把绿色给。今天的光好奇怪哦。嗯。这样好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这样子。大家午安哦。第一次看到白天的布丁，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曾伯爷，为什么今天的灯光好奇怪？我真的不会控制它的灯光。我这个跟这个灯不是，好漂亮哦！谢谢本丸送的樱花雨，好漂亮哦！我好喜欢这个樱花雨，看花花，好漂亮的樱花雨哦！今天呢？我真的笑了。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练舞，然后现在直播，然后等下直播完要赶去练舞，所以我需要抚慰我受伤的心灵，所以就买了曾伯爷哟。你下午洗澡？不会不会，我今天应该只喝这杯。我今天练一整天，还要直播。好想当烂泥，想当烂泥。不过 mini concert 大家要记得来看我们。Luni Sakura。不是，因为原本我们说明天晚上要练，但是后来又取消了。因为我明天晚上不是原本直播嘛，然后我想说就是明天晚上要练，所以就干脆赶到今天。因为明天练习到比较晚，我就没有办法在中间的时候开直播，所以我就赶到今天。雨林也是跟我一样，所以他现在在直播，然后我们大家又要见面。晚上太累了，四重脆，你好有，你好聪明啊！高玉乳今天才买的，对啊，买一送一。没有没有，对，就是反正原本是两天的，晚上都要练，然后
哎，就明天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取消了，然后对用巧，然后哎，杰心 ，Hello， Hello， 想吃吗？反正就是原本明天也要练，但是又突然取消了，所以我就今天直播。Hello。我觉得起司的也不错吃啊，为大家试试一下。我觉得它有一种味道，但是我形容不出来，是好吃的，会想要再吃，但是它有一种味道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好像。感觉有玉米棒的味道，没有哎，因为我赶时间。就是有那种金牛角的 feel， 但也没有很像，就是有那种 feel， 就是那种饼干味，就是那种饼干味。我上次吃辣的，是不是会辣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我觉得辣的应该会比较好吃，就是跟起司比的话来说。谢谢卡丘，因为那个虽然我有点忘记辣的到底会不会辣，好像会吧，我忘记了。哦，今天一如才跟我讲说温开水的事情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唱温开水？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那个宣传我的歌？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辣的，因为起司的话比较没有特色，比较没有那个，比较不让我那么惊艳。所以樱花组前五怪人是谁啊？我知道我是怪，我觉得樱花组的大家都蛮怪。还好啦，我们对，它没有很重的起司味，它不是没有什么起司味，没有起司味，有没有很重的起司味？不会啊，可我觉得不会、欸。他们今天才在给我看那个影片，他们今天才在传教，对，它的味道没有很重，又在偷告白的样子，就是因为我们这组就怪怪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适合跳气儿，我们很有气儿的 feel， 所以你们要记得那个、哦，你们要记得投票给 Uni Sakura。嘿嘿嘿，哎呀，好，哎，你把头贴换成那个，我很开心哦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很有特色，所以很适合跳企鹅这首歌。因为企鹅就跟我们一样，精灵古怪又可爱。不是啦，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自己也公认自己很怪。所以要投票给我们，对，很有道理，我也觉得很有道理。
其他组不是这样说，我们这一组跳起来一定最有 feel 啦，自己说。对啊，我们就可爱又调皮，我们就是个精灵古怪。那句话怎么讲？忘记了，算了。哦，古人精怪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北极熊章，我想穿企鹅章，我想穿企鹅章。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辣味的，虽然会辣，但是这其实没有很起耶。没有很起哦，贝尔弗劳尔是什么组？他们是我在想一个好的形容词，气势。他们有气势。好的。为什么？没有，他们压力不很大。Daisy 是，我在想一个形容词，对对，有一种气氛，他们有一种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。Daisy 很多怪，还好吧？我觉得我们这组最怪，我们是，我有点没办法谈论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太复杂。等我哪一天想到一个完整的叙述，再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有点难说。这是一个气氛，有点抽象的气氛。举上一次 mini concert 的那个表演来说，就是假如说 Daisy 是跳初日嘛，那他们跳初日就真的有那种偶像的初心的感觉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跳初日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，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棒。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他们有一种团结的气氛，但是也不是说其他组不团结，大家都很团结，就是他们有一种很有凝聚力的感觉，对，初日的感觉，他们就是一个初日的感觉。哎呀，那个 Bellflower 他们就是跳 River 的时候就真的很有气势，对，就是气势。那现在我们就是很可爱，我们就是活泼热情可爱，这样大概有感觉吗？是初日，不管是哪一组跳，我相信都很好。但是因为他们第一次跳那个初日，所以就真的很有感觉。我觉得挑歌挑得很好，他们也不是我这样否定他们，不是吗？就是。感觉他们是那种努力，然后达到一个境界。我在讲什么？我真的没办法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请大家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等我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再回答大家。这有点复杂，这不好说。对，我词穷了。
他们也没有重音，对，他们有一种苦练型的感觉，对，他们很粗，不是很，不是他们啊，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，这个 no no no， 这个问题我真的恕我无法回答，这不好形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种感觉，但这种感觉太抽象了，而且。好，你们也不要听懂，因为我刚刚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我会越讲越奇怪，就会开始呈现一个脑袋打结的状态。什么不懂这个？不是，我是没有办法帮你们解释这个氛围是如何。对，你们就是现场体会就知道了嘛，不要一直问我，自己去现场看一下。我今天还要那个哎、欸，我今天还要来作画。啊，把上次没画完的画完，来回归不是回归，回味一下昨天的夕阳。不要回答你，你来看 mini concert 你就知道。夕，我要打歌。夕阳，企鹅怎么亮？企鹅，快点投个 Unisakura。企鹅啊啊啊！因为他们都是你的粉丝，自己体悟，不然就问其他人。哎，为什么这光好难用？好奇怪哦！今天的光真的好奇怪。有一种雾雾的感觉，怎么会这样？随便啦，反正是下一位的部分。来，下一位，我们翻下一页吧。对啊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样。来吧，我们今天来作画。开始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今天穿布丁狗的衣服，好久没有穿布丁狗的衣服了，快乐。我们先不要重复，就是昨天还没有画过的有谁，就自己出来。可爱吧，超级可爱，大家一样。我大家一是普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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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你们打加一，等你们打完，我再喝一口真波野。好吗？三二一，哦，按到了，等一下。一二三四，本丸呢、欸？本丸，我来画本丸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本丸。我在想我要如何把它画有创意。害怕什么？武器的画那么好，你还害怕？我在想我要怎么画又有创意一点。我知道了，不行，这样太没有创意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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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普林要发挥他毕生的绘画能力。我今天要挑战自我，我今天要画的好看一点，绝对不要让大家看扁我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等我可以的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
日本玩，然后拿着丸子，很棒吧？我超有创意，呜！快点回答我，我觉得我很棒啊！谢谢，我觉得我很棒哎，因为是本丸，再加上一个本丸，然后再加上一个身体，因为是本丸加一个，因为我如果直接画一个本丸就很没有创意，但是我是这么有创意的一个人，所以呢就这样子。那不是糖葫芦，这是丸子串烧。我一开始是在想丸子要怎么画。哦，谢谢本丸送的樱花雨，漂亮！哎，这樱花雨真的很漂亮，我喜欢。哇，我好开心！对，丸子就是那个，因为如果画一颗圆，大家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今天的光真的很强哎。好朦胧，朦胧，有好一点吗？你无所畏惧了，很棒。下面一位，什么？因为下午过的关系？你说真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也很少下午过啊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好了吗？3、2、1 ，Ben， Ben 要怎么画呢？不要，我不想画无名，我不会画猫。真的有点困难。请给贝一个完美的身体。No！为什么是翅膀？我这枪画的不错吧？我难得会画枪哎，我平常画的枪才不是这样。
为您退货，没有关系的。感谢您的光临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下一位贵宾。我最近很喜欢贵宾。Ben has been Ben， 好好笑哦。等一下啊，背包未成年像对粉丝发出死亡威胁，谢咯，你的标题写得真好。咦咦哦，今天的光真的好不行，再调调看，这样好一点点吗？算了，一哦，三二一，综合阿喵 ，I got it。哦，我想要找图哎，还是先不要找图啊？你觉得我要不要找图？哎，回答一下综合阿喵，画什么狮子？要找图吗？阿喵，先不要，好吧？那我就好那个喽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哦，我先画一个丑版，再画一个正常版。猎丑你越爱哦，我觉得我画的蛮好看。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哎，我怎么画的那么好啊？我觉得我画的好好哦。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哎。我最近有画画功力是有点进步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画得很好哎！三二一，我画得好好哦，不觉得很好吗？他手拿的是豆浆，你看，很棒哎！超强！原来你是综合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谁有说打豆浆，所以我就画了豆浆。不是他没有喷到，刚才讲电话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我刚刚其实原本想要画喵喵的。就是那只喵喵，你不知道那只喵喵吗？就是神奇宝贝那只喵喵，结果我画一画就变得那么可爱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我真的不会画喵喵。什么豆荚小开，我原本想画喵喵，可是我不会画喵喵。你头上就是喵喵，然后那谁画喵喵，画得很好看。我不会画喵喵，算了。哦，他头上是金币，那你头上是综合，你就变成综合喵喵了。饮料店的图案，完蛋，我们全部也快喝完。他有看图吗？好好喝哦，不客气。拿去拿去注册商标。二，下面一位。好热哟，今天有下雨吗？有下雨又不下雨，又有下雨。好喝，超好喝的。二哦，二。哦，我怎么又变黄了？
快点，中华喵喵直接开副业。二哦，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空白。I'm ready。管你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个那个。等一下哦，我脑袋已经有构想了。等一下等一下哦，还没。好吧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先我给你100分。不是，有没有可以答出来？不是，有没有可以答出来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个字，来猜。七个字，不是七个字，很简单，超简单。iOS 并不中华喵喵，哈哈。为各位解释一下哦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回纹针，但是我不会画回纹针，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这是粉。这些是粉，然后这是空白键，大回纹针粉空白。我真的不会画回纹针，所以就变那样了。因为我不会画回纹针啦，我看过，但是我不会画。我找一下回纹针，回纹针。哦。帮你补个回纹针上去。回纹针很难画哎。这样也不像啊。回纹针很难画哎。我真的没办法。哦，那样很棒吗？谢谢。傻眼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。
回纹针粉空白，大回纹针粉空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怎么弄？两。下面一位，一个大回纹针粉空白送的巧克力，我觉得很棒。卡车道明阿基拉，还有谁？哪有恐怖？这哦，还有喵。好吧，还是抽一下好了。三，拜拜。快点，你们还要刷留言。毕卡丁哪有？我画的比较好，我画的比毕卡索好。不是啊，因为如果我刚刚这样子按下去，那就知道是谁，就是要的人继续刷，这样才能抽。可是如果你帮。回我问题，来吧喵，让我想想。其实我知道喵长怎样，要不要画一下？会不会被打？我知道喵长怎样。把综合改成 N 啊！不一定要认真作画。楚林认真作画，不要不妙，我觉得我很棒。奇怪，所以
因为我要把布丁狗塞进去，我就只好这样画。对不起，我道歉。我觉得我画得很棒。其实我本来想要画手拿布丁狗，但是我不会画手，所以算了。我帮你加一个上下半身嘛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加一个下半身。可是我的，帮你加一个下半身。我你画一个字符，虽然不太像，而且还挡到了字，这样行吗？我觉得我画得很棒，而且我真的有作画巅峰。刚好那个人来了，我正要去拿我的作画巅峰。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嘿咻。跑步差点跌倒，你看，我很厉害耶！我很厉害的耶，那样有点久了，超久。好，你看吧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我的作画能力很强的，你们不要低估我。不是生病，那是一个西装，西装。哎，艾斯刚不是来了，出来，出来面对。草履虫哎，我第一次画生物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画生物，我那么认真。你的真波也没了。我会找我以前的给你们看，看一下哦。我是说我第一次画细胞那种类型的那种生物。爱是好吧，你小心骑车。我的那个怎么变？哦，是吗？是这个吗？我的狮子，我的绘画技术有进步吧？你看，我那么认真，我那有算计你？我只是，你看我还留着，这是什么认真的偶像？认真的偶像。好的，哇，我的过去真有点可怕。哦，不是那只，是这只，是这只啊，是吗？还是哪一只？我忘记了，反正都是啦。谢谢艾斯送眼镜当中哦。好的，反正我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。来，我们来继续作画吧。还有谁没画？好像还有三个吗？什么？算计什么？吸不起来，那就照顺序好了。来画卡丘，
Oh my god！只是跟我脑袋想的不太一样。啊！我的皮卡丘怎么长这样？哦，我又卡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皮卡丘怎么长这样啊？这是山丘，皮卡丘拿着一张卡。可是我这个，我要平反皮卡丘好吗？我现在画的不好，都要平反。哪里像？我都没有写卡哎、欸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我要平反。哦，我这边给你们看一个之前我看过大概三次超可爱的影片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？再买更多卡、啊，这超可爱！啊，皮卡丘好可爱哦！你们有看过这个吗？什么东西？那是最近流行的吗？这超可爱！这很可爱，你们一定要去看，有个可爱的。这是伊布，超可爱。对，里面的是真的蛮辛苦的，就是他们在运动比赛。对啊，再买更多卡是海绵宝宝，再买更多卡。哦，我在看我自己，这很可爱。哎呦，上面什么？这很可爱，快点！我调快一点，好像有点慢。不是，不会，我还是很喜欢温开水。啊！他有滑到了，等一下。这超可爱，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。我刚刚搜寻皮卡丘第一个影片就是这个，这真的有够可爱。跳绳，哇，里面的人也太强了吧。伊布有够可怜，你看哦，超可怜。不要偷看我的零食啦。很强哎！因为他的尾巴太那个，怎么有救护车？我记得有更好笑，我找一下有没有好笑的。我找一下。哦，这个很好笑。尾巴，很惨，衣服好可怜哦。嗯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哦，还有这个也是那个。超惨，衣服
哦，这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很可怜。布丁狗一定赢，好不好？布丁狗那么厉害，16公分，换一步了，一步加油！又是尾巴，一步真的很可怜呢。他没有尾巴就赢。好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。哦，我刚刚说要画皮卡丘，结果就变这样了。你妈去看了这个影片，真的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等一下，谢谢卡丘送的和服，皮卡丘好可爱哦，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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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画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哦，我想到一首歌可以播那个，可以当 BGM， 但是我不知道找不找到。有一首超可爱的歌，皮卡皮卡皮卡，我不知道那首歌在哪兒，你有听过那个吗？皮卡丘，皮皮卡丘，皮皮卡皮皮卡皮皮卡丘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A B C D A B C D 不是这首，是那个皮卡丘，皮皮卡丘，皮皮卡皮皮卡皮皮卡丘。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有人听过这个吗？没有，那很可爱欸。哪有，这很可爱。哦，这个这个这个。关节好可怕，好热哦，热热热，好，还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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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好听。哦，我说要画皮卡丘，画一画变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皮卡丘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还是那个熟悉的，不是麦香，熟悉的歌最对味。谢谢，我也觉得。我要画皮卡丘。布丁大师要作画了。我要平反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要画可爱的，怎么办？感觉有点困难，有点想放弃了。不行，普林加油！
对，今天的巅峰，昨天的天哪，昨天的巅峰是企鹅，今天的巅峰是。今天没有巅峰。是不会差太多啦，但是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吗？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难道今天没有巅峰吗？好难哦。今天可能没有巅峰。皮卡丘好难画哦，怎么办？咦？我在尽我的全力。我不想给大家看，我觉得有点丑。眼睛失败了，因为我这边画了一个圈圈，哇，它会发电呢。然后我没画好就变全黑了。皮卡丘，它会使出十万伏特，有没有看过这么神奇的皮卡丘？可是我觉得有点歪耶，就是跟他我看的图不太一样。他我看的图明明都怎么黑？我看的图明明是这么可爱，可是我画不出那个感觉，我没有立刻白，好吧。QQQQ， 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不要，下面一位。现在卡丘兽的和服，下面一位。阿基拉，阿基拉，阿基拉画什么？阿基拉。阿基拉画什么？好喔，什么狮子？阿基拉画什么啊？懂。明的意思，阿基拉是什么意思啊？
IKEA 是什么意思？阿明，阿明哦，阿明啊，紧转来哦，紧转来哦，要吃饭啊，阿明，阿明啊，阿明。阿明啊，紧转来吃饭哦！气无运功散。阿明啊，你好，你听我说，阿明啊，你吃饱未？阿明。差点忘记画脖子，等一下啊，我快完成。感觉阿明就是一种小男孩 little boy 那种感觉，一个他上面是帽子啊，真的、哦、真的吗？谢谢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真的，我很认真耶，我今天 很认真画画，不是因为帽子，我一开始觉得画很奇怪，后来就把它涂掉，就变这样。谢谢阿明，今天吃饭卖哦，卖八豆腰哦，哈、哦，啊，你来卡早困呢，哈、哦，啊，还有啥物人？在旁。
旁边有一个灯泡，本王看得非常的仔细。他旁边有一个灯泡，你们看到吗？我懒得在弄。他到敏了，对不对？到敏，要画一个萌妹，又是画萌妹子的时间。我最近一直在画萌妹子，不是。道明，道明要不要给我一点人设？道明，不要抖啦！你要不要一点人设啊？给我一点人设。不就我人不是？好啊，好啊，苦灵要展现他毕生的绘画功力。Hello， 草莓酱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最近而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画的那么差吗？那是因为这笔太粗。我就没有办法修改它，所以就常常一画就一发不可收拾。谢谢草莓酱，我今天真的很认真，我不想辜负我的粉丝。什么声音？谢谢草莓酱送的告白气球。对，我这是一个认真的偶像。给自己一个赞。哇，谢谢！对，我被工具限制我才能。我今天很棒，等我。等我，我最近在，我最近在突破烂泥的人设。我好认真。我讲错话了，布丁大师。然后口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。其实我只会画萌妹子啊，毕竟我是萌妹子。萌妹子会画萌妹子，我只会画萌妹子啊。其实，因为萌妹子只会画萌妹子。谢谢本王真的掌声鼓励，口袋就算了，真的谢谢。我觉得我非常的会作画，
可以画烂泥什么？应该没了吧？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画烂泥，烂泥什么？烂泥我只会想要百变怪，就是它那百变怪只有烂泥的感觉。但是主之前画过啦，我最近的那个绘画能力增加很多。谢谢喵叔的樱花雨，哎，你们不觉得樱花雨真的很漂亮吗？我很喜欢樱花雨。没关系，只要是布丁的粉丝都是萌妹子，阿花也是萌妹子哟。臭臭你怎样怎样啊？我找一下。臭臭你，臭臭，臭臭你，啊，臭臭你好丑哦！我喜欢，不是我喜欢阿姨，我喜欢百变怪，萌妹子阿华，好好笑哦！百变怪比较可爱，她是那个剪头发的萌妹子。我应该画阿华，其实我也知道阿华长这样。对，百变怪好可爱哟、哦，喜欢，但是还是最喜欢布丁。谢谢阿健叔的樱花雨飞飞，哦，这个也很好看呢。为什么那么好看？好喜欢哦！最近为什么那么多好看的特效？阿健要不要画画？但是我不知道画什么。萌妹子阿华不要，他刚刚说什么？我比百变怪可爱。OK， 有自信是好事啦。嗯。啊、哦，呵呵，哦，和福建真的好看，谢谢阿健。Hello， 阿健，你好吗？对啊，我知道，我也喜欢，但是还是最喜欢布丁，布丁卡哇伊，布丁布丁，怎么感觉要做一下？人要有自信，就像我一样，还是我来画个自画像啊？嗯，不要，还是算了，把自己画得太丑就不好了。我一定会把自己画很美，我应该会画十分钟吧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应该画个十分钟。我要画个十分钟，可是这个笔真的很难画，我一失手就完了。啊，把自己的脸画太尖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看着我自己画。好难哦！完蛋了，觉得不妙，布丁觉得不妙。想放弃。普林想放弃，哇！普林想放弃。我大概画个十分钟哈，大家请稍等一下，一定要好好画，绝对不能画不好，因为这是我自己。还是说这是阿华好了。
好难哦，我觉得我画的不好，那就是说就是阿华好的。好，大家，我现在画的是阿华哦，我真的不是在画字。这真的不是我哎、欸，就是比较像阿华，我还是放弃吧，这就是阿华。这就是阿华。好，我再改造一下，把它改造成阿华。这阿华画的真不错。帅哦，阿华。阿华，不见了。阿华，阿华，你好坏哦，卡丘。阿华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对，有点画太多，因为我原本在画自己，然后就变这样。我怎么把自己画得不好看？对，这是未来的阿华，我是预言家，这是未来的阿华。因为我刚刚就画到一半就改造啊，所以就变这样了。什么罐头人？好，我们还有十二分钟画什么？我今天可能要准时一点关，因为我等下还要赶场。要画什么嘞？大女主，你想看我画什么？哦，对。不要，那时候被打。不要，不要画过了，不好玩。画一个，画一个。二号好难画啊、哦！画一个，画一个。不要，等一下画不好被打，画不好。你要想好一点的东西，不要画人好，画人好难，画画狮子很简单，好不好？狮子有什么好难的？狮子那么简单。
丑，水滴鱼好丑哦。水滴鱼大概就长这样。水滴鱼。人面狮身像。人面狮身像长这样，人面狮身像，人面狮身像，融化的水滴鱼，不是，那是水滴鱼。哦，对啊，哦，那简单啦，哎哟，人面狮身像，古埃及画得出来，不是画得出来，做得出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 ，Yeah， 很简单的。突然再画一次，因为我刚刚看侧面的，哎呀呀！我再挑战一次，他没有很清楚的图啊。卡勒，快爆了！完蛋了，我手机快爆炸了！哦，还好啊，应该是太烫。好一点了吗？我现在看我自己都是那个会延迟。对，我现在看我，对不起，人面狮身像，我在这里双手投降，跟你道歉，我错了。没有，应该是我刚充电，它就开那个，它就开始热了，它现在微热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快播完了，没有关系的啦，大家就忍耐这五分钟吧。我现在看到自己都是钝的，但我好想睡觉。我对不起你，坦坦文，认真。すみません、ごめんなさい。对不起。
头像了，大家一定很喜欢我画的图，对不对？我也很喜欢哟。算了，没差，反正都快播完了，就留着他讲。来吧，虽然荡荡，但请大家多多见谅，多多指教，多多包涵。不卡了，多多好喝，谢谢阿 K 啊，谢谢旅馆。好喽，开始。对，现在很顺。嗯，对，对。他的收音好棒哦。好哦。你们收音也太强了吧！妈妈，我没有朋友。我们先来念吧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对啊，对不起，我吃特效。对，今天没有那个，我今天有把它玩，但是发现有点那个，没有时间了。下次再跟大家玩吧，这周暂停一次，这周是画图游戏。好呢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。